你好，有我有流量，来哇！等下我被变掉。罗拉是我啦。是。哇！哇！哦，可以耶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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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哇哇哇哇！哇！哎，喂喂喂，这样对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男生池在那里。摄影师，哎，罗拉，第一次。第一次泡。第一次泡难免会有点紧张，但是没想到蛮舒服。欢迎又来到台湾也太美，大家好，我是威仪，今天我们又要来泡温泉了。哎，这边有谁呢？这边有我是来看温泉的，还是泡温泉？我是来边看边泡，边看边看。然后有我们的双喜，哇，你好黑，看不到你。没关系啊，姐，我不重要，重要重要。哦，还有，哎，糖糖，哎，糖糖从台中杀过来。对，然后后面是纪元，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今天不是重点，是糖。你是罗拉拉，欢迎收看《罗拉是我啦》。对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，哎，还有。好，我去找他，我去找他。快点去，他要换衣服。对对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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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嗨，老婆，嗨，老婆。我要换衣服。哦，你要换衣服，老婆要换衣服。不要大家误会，因为他的那个赖叫老婆。是。哎，怎么称呼？天影，天影，天影教练。你这么壮。这么壮还得了，我们其他人能看吗？但突然被 Q 好是要当魔王了，好当魔王。哎，换衣服啊，倍数不够，好好好好。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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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全拍什么东西？不是啦，我们只是侧拍而已。侧拍是这样。收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第一次约会，老婆叫什么名字啊？还没有认识到。月儿。啊？月儿。月儿。哦，月儿月儿，新成员。我们需要新血。好好，那老婆请往前。来来来，尴尬尴尬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想说，因为我这个台湾也太美已经拍了很多集，那我们台湾也算是很健康的节目，但是因为我那个好朋友纪元来了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然我们来二诊他一下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没事对他毛手毛脚一下，然后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那可以摸他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尽量尽量。对，然后你帮我帮，因为我们要假装了，我们就来玩。那我们等一下看怎么安排那个座位，然后玩游戏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这边有安排玩一些比较好玩的游戏。我们就来看看，哦，这个帅哥直男被比基尼辣妹毛手毛脚会有什么反应？看他的反应。对，实测实测，今天是实测。哎，很刺激。哎，我们今天要二等纪元。好。啊。对对对。效果不要这么太多啊！哎呦喂！故意嘛？对对对！开始了，我们今天会比较吵一点。这个，我刚以为你挂了。双喜，哎，孩子的比基尼，真的是喜哦！你的喜在哪？在这里。哎，喜，双喜。双喜，其实我们之前本来一直要去自由潜水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，一直都没有去，揪不成，揪不成了，对，变温泉了。没错啦，我们抵达蓬蓬温泉啦。那今天有好几个朋友，然后有跟那个我是罗拉的罗拉，那这边有纪元好朋友糖糖，然后双喜，还有这个老婆月儿，是几个新朋友。那还有几个男的呢？那这几个男的。俗称猪哥就不方便，不方便入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棒，好。那很多的朋友是第一次来体验我们的蓬蓬温泉。我屁股被蚂蚁咬。你怎么那么变态的感觉？不是啦，有个尸体。真的吗？被我拨出来。哎，真的哎，哎，他不是在开玩笑的。你刚刚才蛮多只。真的吗？管一下。是什么？不是，被蚂蚁咬，被蚂蚁咬，然后嘞？我们要想办法解决一下被蚂蚁咬的问题。你想怎么解决？止痒，止痒嘛，你要怎么帮它止痒？通常止痒有两个，
一个是抓羊，另外一个是一个外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另外一个是外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 joking， 开玩笑。我们是娱乐的频道，娱乐效果。好，哎，要不要泡温泉了？泡温泉，泡温泉。我们要来泡温泉喽！哦，这个温度很棒。Emoji， 各位赶快下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，很舒服吧？嗯，月儿是初体验。你第一次泡野溪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超棒。来来来，宝座。哎，舒服的呢。哎，你直接泡下来了，很舒服哈、哦。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啊。就直接坐下来，然后我就坐在这里，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哇。哇。哦，可以耶，可以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喂，这样对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男生池在那里。摄影师，哎，罗拉，第一次泡，难免会有点紧张，但是没想到蛮舒服的。哦。那你第一次泡，感觉怎么样？蛮新奇的。你有泡过温泉吗？有啊。饭店的那种，对，饭店的那种，但不太一样。野溪是第一次，野溪初体验，还不错，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你们。请问现在在干嘛？他们想尿尿。我就说不行了，不想。啊，真的很舒服哎，冬天泡温泉真的太棒了。而且蓬蓬温泉我已经来非常非常多次，为什么来这边就很少再去其他地方呢？因为这边就很够了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在野溪，是在外面，而且池很大，很舒服。不管是新手来还是已经泡过很多次了，来这边都很适合，也不用自己挖洞。对，不用，因为大家都已经挖好了。对，很舒服。对，你看大家都可以玩很开心。哇、哦，流汗了。啊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欢迎来到台湾野菜美。哎呀，爽哎你，聊下去。温泉很爽。煮好了，来这颗。先敲头。对，先敲头。来，敲你的头。不是吧？敲你的头啊！我敲你的头。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干嘛？我敲你头啊！哇！哇欸，我都已经秃头了，你还在那边？男人的发量，你快点！我看你怎么敲。要破、哦。我已经尽量轻了，我真的。喂，很痛哎、欸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纯真了。很爽吗？我也现在外面已经开启二者模式了，等一下我们的月儿就会偷偷的碰他一下，碰他一下。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我们会持续一段时间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对，刚刚已经开始了。刚刚我们请月儿弄他了，对，所以他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对。现在网络超烂了。下载 Tencent， 真的看不懂英文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又关门了。又关门。不是你要拍到全后啊？这样可以吗？有种很开心啊！为什么你莫名其妙？我也知道。有床，什么？哪里？谢谢。高选，什么东西？看来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好了。谢谢今天唯一找我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。今天温泉就到这边，等一下就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，OK 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最健康的节目，对，哟呼，拜拜，我太调皮了吗？调皮哦，对呀，月儿也真乖，在听你的指使。怎么样？今天好玩吗？不错，蛮好玩的。真的吗？但是有点害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我看有点害怕。
怕什么？没有，我害怕。那个月儿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怎么样子啊？啊？没有啦，我们是在二等你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叫他们要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？是怎么样？就是一个帅哥直男，被这个比基尼辣妹毛手毛脚的会怎么样？真的有这个计划？对啊，靠妹啊！没有，我知道一开始你以为是在就是拍节目，所以就自然大家在玩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然后后来你发现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是弄我？为什么是弄我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真是老师哎，谢谢月儿。好了，真的要拜拜了，真的要拜拜。我们是贴心的人，对，他是贴心的人呐、啊，他是很贴心的。